来嘛，就这一件事，反正我不管。哎，这门也没有关，人呢？阿飞，哎，小芳，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这不是好久没有来看你了吗？有点想你了，所以就过来找你了。哎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在啃这个玉米秸秆啊。哦，你要下来了吗？对。你慢一点哦。哦，没事。哎，阿飞，啊，这是拿来干嘛呀？这个是等冬天晒干了，然后就可以拿来喂牛了。哦，哇塞，那么多，应该很好吃哎。那你尝一口吧。哎，上面这架子是干嘛的呀？这个都是拿来挂玉米的，现在这个玉米不都是可以收了的吗？然后到时候就收上来晒着，晒干了就可以了。哦。这玉米都熟了哦。对啊，这玉米都是可以吃。对，行。对了，你要不要吃？我给你摘一个。就这样吃。哎，阿飞，你那个小兔崽子藏在这里，是不是故意躲我的？没有啊，什么故意？是不是你的小妈你们两个商量好了故意躲我的？快还我钱！哎，这什么钱啊？我小妈又借你钱了吗？什么就又借了，明明就借了。哎，叔叔，告诉你快点。他小妈借了钱，你怎么来又？找他呀，这里没有你的事，快！我也不知道，快还我钱！我也不知道啊。阿飞，哎，舅舅，怎么了？你是谁啊？我是阿飞的舅舅呀。你阿飞的舅舅是吧？是呀。阿飞是不是你故意藏着的？我藏他干嘛？你，阿飞小妈借你的钱，你去找他呀？找阿飞干嘛？小妈就是他的小妈，你就是他的舅舅，你们就是一家人。小妈的事情我们也管不着。小妈借你的钱，你去找他要就是了。反正你们就是一家人，还不还？不还。我再问一次，还不还？你们反正就是一家人，我们不还。不还是吧？那我就要你这个打玉米的鸡来抵我的账。你有本事你就拿吧，我还砍走呢。哎，叔叔，叔叔，哎，这个是我舅舅的，他又不是我小妈的。哎哎哎，叔叔，你是干嘛呀？你要干嘛？强行霸占别人的东西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犯？你已经犯了故意损坏公司财物罪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没有你的事，你少在这里找个闲事。哎，叔叔，你不能把这个机器抱走。你再这样，我报警了。我跟你说，报什么警？报你的头啊！那你拿走呀，拿。好，你牛逼！我告诉你，最好以后不要让我再见到你，要不然有你好看的。随便你啊。还有，告诉你们两个，今天这个事情还没完。这啥人嘛？谁欠你东西，你找谁去？你，哎，叔叔。哎，小芳，对，谢谢你了啊。没事，以后遇到这些不法分子，我们就拿法律武器来保护我们自己，没必要怕这些人，知道吗？哦，谢谢。走，我饭已经做好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嗯，好的。走吧，小芳。嗯，好。